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呢，求下列二次函数图形，它 y 轴的焦点坐标，跟 y 轴的焦点坐标。好，那跟 y 轴的焦点坐标，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，这随便画。跟 y 轴的焦点坐标，你就是把 x 坐标带零嘛，带零的话得出 y 值，那就是 y 点坐标。你把它带零嘛，所以它 y 点坐标就是负四啦。这 y 坐标是负四。好，那它要写成一个点嘛，就焦点坐标的话，就 x 坐标是零嘛 ，y 坐标是负四啊，所以这个是零负四啊。那这个的话，跟 y 轴的焦点坐标你就把 x 带零嘛，那 y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一，所以7减2是5啦。